牛开，今天牛开，这个，那天来没有开，走了进去的路耶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这个巴厘布劳的什么呀？阿环贝，差好环了。他的是一个朋友叫我来 try 的啦，这样叫我来试试看他的这个。超好烦，他讲超烦不一样的哦，走，我们去看看啦。呀，他的这个招牌炸的河粉，还有他的布拉整鸡，来了来了，你看跟每次我们吃的那个超好烦不一样的哦，不一样的哦，它是这样的哦，我也没有吃过，我们试试看啦。它的虾也是这么多，不用那么大只，你看它的虾两只哈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哒哒，我们来嚼嚼看，哒哒，哎，哦，它有刺的，但是它的刺比较少啊，没有我们每次吃的这样多刺，哦，但是它这个是全部炸的，全部都是很脆的哦，看。薄薄这样一片这样子，你吃看哟。嗯，喂，放掉。好像是火标哦。嗯，很特别，你看它这样。很特别的。它的口感也很特别，味道也是。嗯，很香哦。看我出现多红，应该是知道很好吃了。还有它的另外一样就是它的布拉整鸡，刚才我们讲的啊，哇，也是蛮大盘一下嘞。这是他跟我讲是小的哦。我吃吃看啊。在我们吃它的布拉整鸡的时候，它布拉整鸡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地方，看，很香很香，哇，好，它外面很 crispy。然后它里面呢也是 juicy juicy 啊，没有说干干这样啊。嗯，不错吃不错吃，它的布拉干的味也是够味的。嗯，它腌制到 OK 啊，哎，哇，很好，哇，不能了，很好，啊，迫不及待要吃给你们看了，你看这样烧都吃啊，哇，它现炸的应该是，不错吃不错吃，真好吃。然后这个来这边必喝的科嘎仔，老虎有狮子。我们来看它的科嘎仔，科嘎仔。它的那个很够料啊，很厚，很搞一样，啊，很舒服。该是那个炒好饭啊，炸鸡有一点点的那个油啊，说喝这个下去就比较好像洗掉它的油酱啊。不错不错，好喝好喝。哇，这边还会看到小朋友哦。
都去哪里闻日本的水沟？我只是想要陪你闻呢。啊，还有小动物看，有有笑。来 ，Overall 呢，东西是不错吃的，但是要等多一下啦。那如果你们有来到马来西亚槟城的 Bali Pulau 就是佛罗山尼的话，就可以来试试看啦。拜拜，下个影片见啦。